Tribes 新闻180110 Tribes 获第32届金唱片音源部门本赏，想和粉丝一起分享喜悦。爱豆新闻讯，在正在放送的第32届金唱片音源部门颁奖典礼上， Tribes 获得了数字音源部门的本赏。 Knock Knock。获奖感言上，多贤表示感谢各位从2018年初开始给予的珍贵的奖项，爱护 Tribes 的所有人，朴振英 PD、Starf 等谢谢大家。还有通过电视里收看的父母们，我爱你们，我们会成为更加努力的 Tribes 的。最后还特地跟 Ones 传达了感谢之情，想和粉丝一起分享喜悦，而且还带来了 Oil R Cheer Up TT 的 Runks， 后面还有 Heart Shaker 和 Knock Knock 的活力舞台。再次粗卡 Twice。Tribes 韩语日语为韩国娱乐旗下的九人女子组合，成员透过 NIT 生存实境节目 16 筛选而出，最终由五名韩国成员纳脸，定妍、智孝、多贤、彩英，三名日本成员 Momo、 Farner、 Miner 以及一名台湾成员子瑜所组成，并由智孝担任队长。2015年10月20日，以首张迷你专辑《The Story Begins》正式出道，官方粉丝名为 Once， 应援色为杏桃黄 Apricot Pantone 712C 芋泥洋红 Neon Magenta Pantone 812C。应援物为白底配应援色的棒棒糖幻彩手灯 Candy 棒。团名 Twice 由公司创办者朴振永取名，寓意为透过舞台令耳朵得到感动之后，再为眼睛带来多一次感动。问候语为 One in a Million，意味着要成为百万偶像团体中的唯一。 Tribes 除了会继承娱乐旗下女子组合的风格，还会增加嘻哈元素及野性奔放的感觉。